大家都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来与会，是庄严。未来如何共同包容、共同啊向前，让咱的国家社会会使要进步。228的故事不容任何人编造。有些学者在2016年居然为了发表论文，他随便他参考一些资料，就讲说当初只不过是驾着我们的一个卡车进去借武器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学者后来对我们228家属或是228受难者当初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有很大的这个扭曲跟污蔑的时候。他说：“警员啊，我呢，哎，他想不到这个鬼子的话，他光还要讲白，哎，这到底是我指挥我们责任，我是不是指挥我们责任？我是指挥，我是指挥家，我就是我也没有把他们做事了，这是。”我看到亲亲妈妈，同款的心智，咱伫咧追求一个真正的和平。伊甲揭露真侪无同款的民族，有遮尼多，恳求天顶的上帝帮助，予我每一个，我就知影台湾嘛曾经行过迄一站。心智，我拢是人，边边是人。澳洲人行过遮，伫咧讲伊拉佛莫沙，高等美丽都市啊！我天顶上帝，阿弥，下节，谢谢。借由县长代表各界来致送百合花束给我们县长228事件受难者家属，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，邀请228回顾纪念日的纪念，我们大家要能够汲取经验，让伤痛不要再发生。致送228和平纪念花束，期待世世代代都能够和平繁荣。我们要莫忘初衷，莫忘我们今天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。就要争取这样人权，才有今仔这228的这个休困时。县政府伫今仔来举办228的这个纪念这个活动。咱伫顶年是伫咱文化局头前有一个228的这个纪念碑，那因为今年时间的关系、安全考量，所以改伫咱的县政府。虽然场地有晚，但是诚意满满。228咱的纪念最主要，县政府有两项的上大的意义。第一个，针对伊的228受难的这个当事者，甲因的家属的一个关怀慰问。第二点，希望透过安尼来反思，当权者有权的，政府也好，也是讲有权者也好，爱以民意为依归，甲民众爱徛做伙，关心民众的生活，予咱民众有法度过好的日子。当然，咱的这个在手背伊伫遮还佫有新的交代，嘛会咱也会这个认真来甲伊执行。那另外，咱的这个李署长杨李署长，伊有讲到希望得到真相。我相信有权的人有法度做，
啊，我一定啊爱来做，互遮家属，互遮啊受难者啊有一个交代。98岁，啊，我不今仔日的时呐，啊，我咧到各位的时呐，安尼见面，我很高兴。我首先我要讲感谢，就是讲我的时呐，甲李八事件犯案，啊，我伫台啦，咧过新年咧关啦吼，啊，我迄有一个新年，有一个律师，有一个新民，啊，我感觉无熟悉，啊，为什么新民这样讲？我的罪犯罪乱罪，啊，罪乱罪很重的那个，依法讲的罪乱罪拢爱判个几年。哎，律师的时候，伊要甲辩护，啊，要辩护之前爱得证人，啊，伊去，伊那会知影讲，阮开户有只吴元兴，啊，吴元兴好的时候，当个当我县县长，就去家就要讲，馆长。哎，李八发生的时呢，这个吴元兴是台中农啊农学院的四年的学生的官，哎。律师很厉害，啊！伊听讲，伊唔知为着找啊找吴元兴出来，啊！吴元兴叫吴元兴的时阵，当庭作证，啊！吴律师辩护，结果的时阵哦，好几天哦，啊！结果一个告到位的时阵哦，变作那时候我先变作无，变作无罪一样的哦，当庭释放，那是律师的很厉害，他律师告诉我是一下。唔知迄判官教授甲我讲厝啦吼，啊我嘛唔知我迄律师咧甲我辩护，就我一张地图穿经营。许诺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以及我们迈向民主的道路上，工作人员请协助引导他们到我们的旗鼓馆，同时也发放我们的百合花给现场所有与会的人，一起感受我们今天。